今日見到話呢個艾薇薇嘅藝術作品好似被禁喎，話佢有機會觸犯國安法，唔係咁有冇咁嚴重咧？真係嗰啲人亂講啫，點會抵觸國安法？嗯，我唔係幾信嗰啲人咪吹水。係啊，咁都得就好大鑊啦。佢話擺喺個西九嗰個藝術館啊嘛，話佢有個中指嘅手號咁啊，貼住個國安門啊嘛。如果去到呢啲咁嘅環境，應該唔係咁樣搞法嘅。嗯嗯，國內都仲開放啦。係啊係啊，冇可能衰過大陸嘅。因為咧，香港一班人咧，自己攞一鞋油亂咁擦啦。嗯，好啦。係過度表忠啊！唔係啊，你表忠唔係用呢個方法。係，真係唔應該。因為早輪都有人講話戴啲黃色口罩都唔得啊。係啊，禁忌。嚇！戴黃色口罩係禁忌，都驚啊！如果戴黃色口罩都禁忌，如果你屙尿去公廁就小心咯喎，俾人裝咗個屙尿黃色咩？係啊，屙尿黃色有罪，係嘛？係啊，真係呢個社會反智啊！而家嗯，咁啊太反智啦，所以佢連嗰啲京官都睇唔過眼，嗯，出到聲話你形成咗個現象咧，就係、是、一班忠誠嘅廢物。嗯，咁呢啲咪忠誠嘅廢物搞出嚟？嗯，係廢物先搞。咁你多數係嗰啲做官嘅人先有權出命令話禁一禁嘅啫。嗯，但我相信藝術館係有人審核嘅喎，有人負責審核嘅喎。嗯，佢應該會解釋咗喎，係咪？嗯，係，佢係啦，都應該有佢理由。因為佢西方啲手語咧唔同嘅，譬如話日本咧就係好事嚟嘅喎。嗯。西方就是粗口妖劣咁，話手語好多種嘅，有啲係咁啦，又唔得啦，有啲咁又唔得噶，有啲係咁咧，咁又唔得，係有啲係咁，有啲係咁咧，我一眼到。嗯，但係如果你要咁樣搞到用個手語都有禁忌咧，就好大鑊噶啦。譬如手勢嗱，你美國，我一指定中原都得噶，係可以話讚美嘛，隨你演繹噶嘛。係啊，同埋如果你話你講嗰啲抽象藝術咧，更加係個個人睇唔同嘅。嗯，係啊。真㗎，你睇嗰啲藝術畫個，個個人睇嘅意境都唔同。係啊，佢就係要刺激人，每個人個自己嘅睇法啊。你有啲高手嘅，你咪睇到個作者嘅時代背景啊，內心世界。佢一邊個場合畫嘅，佢想表達啲乜嘢，所以有一啲共鳴。嗯，咁如果你香港失業率咁高，揾兩餐都多人頭痛啦，嗰啲中產做生意仲傷啦，咁多嘢你都唔搞，搞呢啲嘢啊？嗯，呢啲其實你中央政府或者中聯辦咧，佢有責任俾指引。嗯。因為佢要俾指引噶，例如你香港唔需要搞到咁啊，因為國內仲開放過香港。嗯，呢啲佢有權講，即係佢有啊，佢有權俾指引噶，唔係因為你佢唔係冇，佢不嬲有權噶，佢要用噶、嗯。嗯，特別呢方面添啦，佢專家添。係啊，你意識形態，你中聯辦啊，港澳辦要俾指引。嗯，係。你如果你唔信嘅，咁你上去國內啲網台。嗰程式網台咪仲多過香港，嗯，係咪啊？嗯，係啊。國內都冇，香港都唔得喎，嗰啲程式網，國內咪仲多。嗯，係。好奇怪喎、啊，有陣時上去嗰啲電影網啊，國內啲電影網啊咁，啊，叮叮噹噹走曬啲程式嘢出嚟，咁點咧？係咪啊？嗯。嗰啲咁要禁咪禁咪楊潔篪先咯。即係唔係啊？因為有人賣咗佢同阿黃毅嗰啲醜聞啊嘛。嗯，
那些不應該在網上流通啊。嗯，是。你破壞他的形象嘛。那些事實的，那你中央政府要追究。你做到那麼大官頂，是不是這醜聞是真還是假？如果是假的，你中央政府要追究那個當事人。是。誰跌出來誰說的。是啊。那他們那些不追究。你現在香港流通的那些醜聞。嗯。說兩個外交巨頭啊。咁香港政府唔禁嗰啲，係咪？係。嗰只要禁啦，同埋咁咪變咗好禁唔禁咯。而家真係好奇怪噶，香港你嗰啲俾一班啲咁嘅廢物搞到咧，頭都困埋噶。你一傳片。整一個表出嚟，連嗰啲街道都要改名，嗯，係嘛？點解叫英皇道啊？係啊。有咩理由叫英皇道啫？係咯，英皇都唔關事。點解叫仁愛大道中啊？係啊。點解改解放中路？嗯。係咪啊？係。毛澤東道。嗯。係咪先？係。鄧小平道嗰啲又啱。嗯。咁啊，真係要可以都咁樣未曾話唔好噶。清一色了嘛，是吧？是。所以很古怪，真的很古怪，因為香港熟悉的那些人。那哪些是恥辱者呢？那你特區政府要負責的。嗯。如果他答得不清楚，你們中聯辦有責任，要給指引。嗯。如果中聯辦廣告辦落指引說要禁的話呢，那你特區政府要公開掛。咁你嗰啲老百姓啲人要有個指引噶嘛？係啊，又唔係又好啦，無所適從噶嘛。如果唔係，你話你黐國安法又話破壞乜又破壞乜，話尋人滋事古靈精怪。係啊，咁你咪永無寧日咯。係啊，嗨錯都唔知真係啊！好差亂象啊，好差亂象。好，係咁先。好，多謝老師。